食㗎啦。如果佢仲喺唔係喺外國整或者喺大陸整，即係如果喺大陸整，我會有啲保留咯。金沙 Made in China， 同胞讚港人喊。但係有一日，天神嘅金沙無意中落入凡間。有一日，意大利製造嘅金沙無意中變咗喺杭州做。中國的毀爆炸。会不会爆炸就得成龙大哥先知啦。不过标榜意大利制造的金沙，中国杭州首间工厂会在秋季投产，就已经是很肯定的事实了。今次金沙在强国的投资都不小的，总投资额达到50亿人仔，大约62.5亿港元，计划请200至300个员工。这个规模每年可以生产30,000吨朱古力和糖果。内地厂房预计会生产 Kinder 金沙等等朱古力，主要供应给内地和亚洲市场。大佬冇金沙，之前嗰啲假噶嘛，假金沙嚟噶嘛，依家真版嚟噶嘛，咁咪冇乜嘢。大陸人就唔使嚟香港買咯，佢哋應該翻大陸買都啱喎。唔好笑得咁開心住，好多嘢大陸都有，佢哋咪有一抽二楞，車來車往落嚟搶。我覺得挺貴的，要是開個廠在大陸的話，然後賣便宜一點，可能很多顧客會買。阿信屋林老板觉得中国对金沙需求极高，在内地设厂悭翻好多运输费，但是香港人多数喜欢来佬货，如果价钱一样，梗系唔食国产啦，当人傻嘅咩？